快点，你要走啦。这是我死前发生的事。或者说，我已经死了。有时候，你就是想找到活着的感觉。
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人，在这里工作太委屈你了，你适合到一个更加能够发展你才华的地方，也能够更加体现你的价值。希望下次见面的时候你能更上一层楼吧。Closer my mouth.